有位两岁孩子的妈妈给汪老师留言，要汪老师录制一个26个英文字母的正确发音安排。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， 别忘了点个小爱心收藏起来哦。48个国金标的标准读音建议收藏，元音部分20个，长元音 R O E U， 短元音 R O E U A A， 双元音 I A O E A R O O， 辅音28个，清辅音 P T K F F S Sh Ch Ch C， 浊辅音 B D G V V Z Y G Z Z， 其他辅音 R H M N N L Y W， 点颗小红心收藏起来哦。